大家好，我是格子 KKK。今天我们教大家如何用自己的域名注册一个企业邮箱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到时在注册一些网站的时候，或者一些服务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些临时的邮箱注册，防止信息泄露。首先，我们点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能选择语言，不能切换到中文哦。然后我们切换到中文的话，我们就不能用谷歌邮箱登录了，Gmail 登录了。所以我们是切换状态，这个 Sign In，然后选择下面的 Gmail、谷歌标志和账号登录，然后它就自动帮我们识别信息。我们直接点创建账户，然后点了创建账户以后，就到这一步，我们点这个 Mail，点这个 Try Now。我们点这个进入这个邮箱。他需要让我们验证一下。验证一下。让我们验证一个手机号码。验证。选择。要用自己的域名来注册企业邮箱，能点击下面的立即尝试，它有免费计划。然后我们点这个增加已有的域名。这个域名的话，最好是付费的域名。假如是免费域名的话，可能它这边就不会让你通过。这一步的下一步，它就免费域名的话，它就会把你给拦截了。我这个域名是花了20块钱一年注册的，好吧？它这个域名不让添加。一个已有的域名，这个已有的域名它的话可以的，下一步吧，验证。这个已有的域名就是我们发的第一个视频，我们用来注册成功的，但是我们当时注册的时候，当时是注册申请，然后那它现在还没有审批下来。我这个域名的话，因为是前几个月注册的，所以的话，可能你们需要有一个其他的付费的域名，这边可能需要有一个点 com 啊或者点 net 的域名，这边点 top 的话是不行的，点 xyz 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啊，点这个16.org 的话也是可以的，所以那你们到时得点一个可以用的域名。我们现在给它添加一个 DNS， 点选 txt， 在这边选择 txt， 内容的话就能点保存，回到这里验证。把这些验证通过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设置一个超级管理员。点击设置组。这个就是加其他的那个成员的，就随便输就行了，就那个成员。我们这个组啊，我们还是先不管它，直接就转到 DNS 设置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都没搞明白。刚才等我们先其他做完以后，我们再来研究这个吧。然后它现在要求我们添加这些 DNS 解析记录 MX 的，现在一条一条添加。好，进行 MX 20。添加记录，优先级50，保存。再来就是这个 DX 这边的记录 DX 内容删帖，就保存。再添加最后一条 DXT， 加这个 DXT 名称这边删帖。这边也是粘贴，中声小，保存。我们现在
然后要求我们添加的 DNS 解释我们都已经添加完了，能点击可验证所有记录。点击下一步，点击下一步，啊，点击这个传导控。那许可五个就代表我们这边可以添加五个用户。啊，它这边域名这边的话，它显示已完成的话，就代表说 DNS 这边解释的话，它已经我们现在这里的话。可以添加一下其他的用户，这用户就是超级管理员用，再添加一个第二个用户。设置一个密码，要求的大小写还有，他现在告诉我们已经添加成功，那我们现在打开 Gmail 邮箱，给自己现在新建了一个账户，发一封邮件吧。核实。啊，它现在显示已发送了。打开这个地址，粘贴。我们点这个登录，我就输入刚才就创建的。密码，设置密码，登录。首次登录的话，它需要要求我们更改密码，改一个密码呗。继续输入用户名，也稍后提醒。然后我们点这个 try now， 来进入。那我们已经进入邮箱了，语言这边我们关键，那就自动识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那个测试那封邮件发出来了，来回复一下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 Gmail 这边有没有收到。看能不能在垃圾邮件里。好吧，好像被我猜的没错。回复的邮件在 Gmail 的垃圾邮件里面。好吧，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的测试好了。那用户，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免费版本啊。你再说一下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免费版本，它最多可以创建五个，同时创建五个邮箱。我们现在，比如说这个邮箱，我们到时不要用了，对吧？给它咔嚓删掉，删掉以后再注册一个 KAK03K01，反正后面后缀就是我们自己的域名，那就完全就是拥有了一个属于的邮箱。好，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边。